虽然东京奥运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，但是大家对运动员的支持仍未减退。最近人气急升的港队羽毛球混双代表谢影雪，这日就带埋爱犬啤啤出席宠物食品活动做一日店长。雪雪还即场同球迷合照同签名添啊！其实都有啲球迷有同我讲过话，今日会过嚟支持我，咁但我都冇谂过真系嚟到之后原来咁多人，咁都好惊喜。一直对流浪狗关爱有加的雪雪，原来她的爱犬啤啤都是领养的。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的啤啤都完全没有紧张，还眼仔碌碌，好精灵啊。她其实都不会说特别紧张的，因为她都很喜欢跟人玩，又喜欢人家摸，所以其实她今天都表现很好，很乖。 我自己就当然很挂住啤啤，但是我看回我朋友的照片，我就觉得他是没有挂住我的，因为 只要有零食其实他就什么都可以，所以次次都是我自己很挂住他。虽然雪雪近期频频出席公开活动，不过为了接下来十月的比赛，他都已经默默开始备战了。现在都慢慢练回个状态的，因为之前都一直有伤患，可能我们完了奥运之后又隔离了七日，那个状态都落了去的，但是就因为再之前呢就因为太急了，所以整亲膝头哥，所以今次呢就希望可以慢慢上，即是令到不要有受伤先 keep 住有做力量啦，去稳固可能我膊头啊或者膝头哥，其实即都去到比赛的时候都不会特别有大的影响。